你是谁呀？你是谁呀？这是我的地盘，我做主。那你说吧。欢迎收看《全民评剧》。嗯，上一期咱们请到了谁啊？行啊，那个，好像我记得那个人，我记得那个人很会唱歌，很会唱歌啊。喝了一点酒，但是特别怂啊，很会喝啤酒，很会这俩字要原封送回，而且是我记得上回是我很会喝啤酒，而且这个人他很招女生喜欢。特别是韩国的女生哦，不是老是跟人拉拉扯扯啊、哦，对，就发完九分之后就喜欢拉拉扯扯，然后不发九分，平时工作打比赛的时候就喜欢讨好，为了讨好对手而故意输掉比赛，不是，关键是为了让别激起别人母性的那种保护欲，故意喝醉酒哦，这几样都是这位选手的特点啊。我们的明路今天又为大家带来新的一期全民职业节目，嗯，那么上期呢。我们的张明路选手呢，作为一三俱乐部的职业选手啊，打的是星际争霸一这个项目、嗯，但是他的天赋很高，星际争霸二实力也非常的强。对，你可以在星际争霸一和星际争霸二这两个热线完全不同的游戏当中叱咤风云。嗯，思路，这两个思路其实也是差得很远。嗯，但是居然两个游戏都能打，而且明路号称自己是在很多比赛当中取得了比较好的名次，嗯、起码能站上那个领奖台。啊、哦嗯，那个 Super 跟我们打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 Super 张明路、嗯、谢谢大家的支持。据说你星际争霸二实力很强，是不是真的？嗯，我觉得还可以吧，但是我最近没怎么练习，然后以前拿过、参加过四个比赛，然后拿了三个比赛的季军。总奖金加起来多少？六七千啊，之前好像已经说过了吧，然后、嗯、六七千，嗯，六七千人民币好像够吃600多顿、大盘鸡、哦、大盘鸡、嗯、哎不，你一个月吗？啊，是一个月拿到三个季军吗？两个月吧，两个月 啊, 啊，那也是月收入3000的白领。这个三连季啊，这让我想到什么 ？OSL 三冠军金属标哦，然后三个亚军像 Stock 那种，对，人是、这个、可以了，要送个银鼠标，炮爷，这个要送个铜鼠标，不要膈应他，昨天没喝。炮爷，听我说一句，知足常乐，我至少比孙殿军要好，对，好不好？关键是这句话，九幺你还，但是你比罗亚军要差一点，怎么办？嗯，那没关系啊，我只要有的拿就行了嘛。电军是没有东西拿的。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因为是职业选手过来，所以呢，我们要给他加强一点点的强度。我们不去台服打，台服这么菜，怎么能体现出明路的水平呢？我们要去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众所周知，现在星际二最强的服务器就是韩服了。韩服，而且韩服最强的是哪个组？钻石组啊，钻石组，对，钻石组，所以特地给明路找了一个韩服钻石组、嗯、排名非常高的一个号，这样的话他找对手的时候肯定都是找到韩国最顶尖的那些人，嗯，基本都是应该是职业选手，嗯，或者职业选手他妈，这都是这种人了，所以今天对于明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嗯，那不管是骡子是马，我们一定要牵出来溜溜，看看 Super 这批不是老黄牛，老黄牛的这野蛮酋长啊、嗯，在星际争霸二当中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明路式推进啊？在韩服上，在台韩服上面到底能够占胜率多少？对，到时候我们来数一数。嗯，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赶紧开始比赛吧。好，那么我们知道 Super 刚才提到了星际争霸一实力很强，刚才我们看到了，至少那个、挺强的，喝酒喝的也蛮爽的啊、嗯。接下去我们一定要看看 Super 现在如今的一个转型之后。这个星际争霸二的实力啊，这也是我们全明星之夜很少做星际争霸二的这个节目啊。其实我已经有2个礼拜没打星架了，你、这个、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借口都已经想好了吗？哇，暂时组83名啊，韩服好吗？你行不行啊你？我觉得有点悬啊，这是什么族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族？请问一下，神族，神族吗？你确定我这个算神族？啊重组，应该是人族，看他这个头像，你这个头像还是神族的，这什么？啊，随机是吧？咋不是随机？哦，这屏幕有点亮啊，是啊，没关系吧？调一下吧。嗯，哪个是？第一个啊。好，哎，有点太暗了吧？不暗吧？啊，行吧，你觉得这样好就好吧，反正我们都按您的来。不，师傅，你老实说，你现在星际争霸二实力到底有多强？属于职业级别？反正我一共参加过4个比赛，然后3个比赛都拿了第三名啊。啊，拿了3个比赛第三名啊，那应该张殿军，嗯，季军不是殿军啊，谢谢。张季军，对，请问你孙殿军，第三到底是季军还是殿军？第三是季军，张季军。韩国人干嘛？打暂停了？
是啊。嗯，你用它啊，你要 CEO 怎么打 ？RANI 不是 N 呢？行行行，这哥们儿估计 N 呢 ？A A I I R C 算了，你要 CEO， 你要 CEO， go OK， wait wait why please one minute。这全国人民等你一分钟，你这个韩国人架子也太大了嘛！哎，一分，这趁这一分钟时间，明路喝一瓶吧。你问他 ，Are you China top drug？ Do you know？ Are you do you know China top drug？ 够了够了，快别打字了，别打字了，快点拉回去造水晶了。你问他什么族 ？Race？ 他肯定不会说吧？应该，我他应该会骗你。不，他打的是韩文，我没听懂。R 啊、，good， 凭什么跟他说 good？ I will rush you。早说就 rush 啊！哎，确实应该 rush。什么叫 rush？ 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我可以在这边，然后造一个兵营，然后去 rush 他。其实这招很猛的，很猛。嗯，造一个兵营。要不我可以奔放一点，就直接裸装，因为这个地图虽然空中距离近，然后。但是路面其实挺远的，那你总得先知道他什么种族吧。那倒也是，但是一旦打 rush 可以就堵对方，因为对方也会猜到我会打稳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种族嘛、哦、相反，然后我打心理战，哦，心理一个 rush、嗯、对吧，我可以直接选手，你可以看看房子有没有飞过来，房子肯定没有，应该不是虫族，你不是虫族你就我就怎么打呢？哎，下边来了一个红点，你不看看是什么？这哎呦，他那个那是你，哎，在我门口修地堡，这太嚣张了吧？会防吗？会啊，我拉鲁命下去了不就行了吗？他这个人，哎，这八十几名的还是比较菜的。台服八十几名相当于台服第一名啊，是吧？他这个地堡都打不到我的。哎，明路，这个我刚开玩笑，他是打算在高地上再接着造啊？那是肯定的，但是。觉得我可以。等等，我问一下，你四个农民焊一个地堡正好吗？还是三个？哎，怎么会？关键是我现在只有这拉几个农民。明路，我要没告诉你这事儿，你就中招了。哦，你怎么现在都已经中招了？差一点点，就刚才那个农民就跑了一下位，不然的话能焊掉。对。现在你不等死吗？是吗？不一定吧。我现在可以再拉几个农民把那地堡。但是他护甲已经回去了。上面两个地堡你怎么办？上我有叉子啊，叉子你焊不过两个地堡，那你不如等叉子来的时候，他打你叉子的时候再去焊他了。好、哦，来，是啊，嗯，好，哇哇，怎么办呀？哇哇啊，迷路，迷路怎么办呀？这这迷路啊？怎么办呀？我有点大意了。这就是你在我们全民。刚刚谁说韩国八十几名好像很菜、啊？我记得好像是我说的。是真的吗？没关系，再来嘛。这一盘，这边当测网速哈。哦，对。可是我们节目时间好像不允许你再来呀。关键你职业选手你怎么能输呢？我不是职业，我现在是半职业。这话怎么跟那天九幺说的那么像？是啊。没关系，再来一盘。赶紧。下一盘我们打来个打架派，你放一个大招，你觉得？等一下，前面因为前面的开局特别重要，我必须得知道对方是什么族，因为开始啊，你看这三个，记一下，第一个是人族是吧？啊，记住了，对吧？对，第一个人，这个人族，第二个虫族，第三个神族，哦。最后这个是两个的，有只有两个字母的，反正就是人族跟虫族。嗯，四个字母的是神族，三个字母的是随机。嗯，对吧？对。然后我们再分别这两个的区别就行。哎呀，比如你好聪明啊！对，我们每人记一个吧，怕记错了。我记第二个好吗？好，你记第二个。那我就记第一个。西宫，西宫是虫族。西宫。哦，虫族，虫族。哦，他这边还是有标志的。怎么早点说呢？你看他还用神族惹到他的头像迷惑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懂韩文是吧？啊 ，PVZ， 地图又是大都会，这一盘你总能赢了。身为一位职业选手，应该可以吧？你不是参加了四个比赛，其中三个比赛拿了第三名吗？是啊，那些比赛都没有韩国人。但那些比赛，而且是
一两个月之前的事情啊。嗯，然后都是业余选手参加的。你击败当时击败哪几个菜鸟？菜鸟啊，菜鸟不是你当时击败哪几个人？包括孙一峰在内的选手都被我击败了。孙一峰拿的殿军吗？对对对，啊，而且我是击败了他拿的季军啊，让他完成了他的殿军梦想。真不容易。那 PBZ 你准备放大招还是准备稳着打？稳着打，稳着打。嗯，亮度确实有点低了，第一个吧。好，可是你今天不，我们这狗马让我表现一下真实实力。你跟狗马打的时候很稳啊，结果输的特别惨。是啊，可是他毕竟是每天都练的，好不好？我都这么久不练了，哦、所以正常啊。你觉得呢，浩源？我觉得你的借口选的已经非常合适了，已经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借口了。你觉得是借口就是借口吧，但是我说的是实话。不，你战术，你觉得你战术选还是操作选？我嗯，应该是。都强，你是打算相对来说应该是战术强一点吧？你打算裸双吗？他都不造血池，那我肯定裸双，对不对？啊，那你还有造？他既然造了血池，那我也肯定先造防御啊！哇，好猛啊！哎，你果然是那个业余选手，那你就直接用水晶把路口堵了，然后造地堡呗？怎么会有这个网格？怎么消掉？啊，你还不想要这个网格呀、啊？对，我不想要。这网格可以有助于你、啊。对，这种很重要。这种六角的啊，对，六角的我就不知道。我知道在哪里调，但是因为是韩文的，所以不知道是哪一句，是哪个选项。这，我六角的这个从来没有去掉。你是职业选手啊，人家是韩国庶民啊。可是我也职业选手，也看不懂韩文啊。你不是四个比赛拿了第三名吗？对。你当时除了九月还赢过哪些人？你还记得？路飞啊之类的 ACE 都赢过，这些菜鸟都赢过。哎呀，当然没有 China Top 这个强。这话说的比较在理。哇，好偷啊！这是打算一波流了，这么早才击？早吗？很早了，而且没开矿。怎么会没开矿呢？你确定他开了矿？真没开、啊、不，那他想干嘛？要不就是一波流，要不就是再生产速生基地，然后用虫洞传送来攻击我。哦，哎，开了矿，现在开矿觉得很晚了。既然你说你战术圈，那就帮我们分析一下战术吧。好，我很乐意。什么时候准备造气矿？什么时候造气矿？现在就可以造。造一个造两个，造一个。你这口算堵好了吗？这不是留了一个缝吗？这里故意留的是吧？应该不是吧？对，不是故意的。那就失误留的了。是，因为我很久没打了。这个空隙也不太……哎呀，几个？两个，两个无所谓的，而且我叉子都出来了。好，再弹一下气，然后造个 BY。对，谢谢炮爷提醒，不然我又忘记了。老了。哎，明路，你在我心中永远十八岁。你觉得你现在还打得赢路飞和罗娜吗？肯定打不过。哎，你这个位置，造在这儿多恶心。我在比赛中没赢过罗娜，我是说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什么？你叫什么？我只在表演赛中赢过他。哎呦，表演赛！哇，这狗跳的有点牛逼啊！嗨，你这韩国庶民啊，你是中国职业选手。可能这个庶民是位女选手。嗯，兔子哥。女主不怕男的，就怕女的。哦，我又没看到什么，刚才没看，他二本没升，至少。张老师。真的，张老师，哇！哎呦，两只狗不是没所谓吗？对啊，是的。这两只狗 kill 了多少了？你这把再输，我就无法在节目当中帮你圆场了。那也没办法。等一下，明主刚才喝酒了呢。然后还没死。哎，我还有个叉子的呢。你叉子不是已经 A 过去了？往前走了吗？
不，还在六个。哎呀！哦呦，这韩国人操作是猛啊！好，接下来他应该没有机会再操作了。啊，果然，哎，你不侦查一下？好，好，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用西部的剑，你省着他顿一下。哎，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是啊，又一个叉子到了对方家。韩国二矿，敌人二矿，好偷啊！哦，什么东西啊？基地。哎呦，三基地，一等三基地。那明路一公子绕的 A 死他呀？是，但是有兵。这种打法还并不多见，纯狗。嗯，哎，明路你的那个气矿保护不到啊。再补个地堡呗。嗯，打纯狗的话，用哨兵加叉叉就行了。这操作还是有点行云流水的。我已经很慢了，又卡人口了。啊，瑕疵太多了，到底是好久没打。没关系，上我们全明星之夜一般被我们主持人忽悠之后，脑子都会有点晕的。对，是的，但是输这么多我也不好意思了。刚才再唱首歌吧，这样输了以后也有理由。哇操，这么多时间！哎，过去你觉得能赢吗？你不带个哨兵，真是的。不需要带了。带哨兵还能开个保护罩，你凭什么找个保护罩？他被对方包了。对方有没有远程兵种？你要保护罩干嘛？评论你的农民也没有说路上就是好赢了。啊，赢了。这么简单。一公还没有升好啊。人家操作那么好的选手。因为韩国那边，他电子竞技。他们是非常注重细节的，就算他水平不过关，但是他也要保持操作好。哦，就是这样的。宁可家里面农民都停着不采矿，他宁可秀一把，也输掉比赛也没关系。哦，这样啊。这把对你太轻松了。对，我想起以前明路跟在 IC Cup 打韩国人的时候，每次都被飞龙甩成狗，然后每次都很艰难的后面翻盘，然后把对方虐死，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三，哦，出蟑螂了。嗯，还无所谓，蟑螂而已嘛。哎呦，黄金矿，四级的开局，这是马本啊！哎呦，比如你在跟里边的马本座在打啊？应该是。GG，轻松加一块。哎呦，马本座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他是没发展出来，你要晚个一分钟出去就不一定了。嗯，对啊。好，开始。啊，明路转战台服，韩服啊，韩服，韩服，对，看都是韩国字，一个中文没有。这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下，明路居然还能够。认识，在你心目当中，现在中国哪几位职业选手在你之上？在我之上？嗯，有时候你排第几？现在很多人都在我之上啊。哎，主要哪几个？主要哪几个数不清啊，只要是一直都在打的，打职业的，基本上都在我之上。特别是，啊，特别是 China Top 这个啊，要不就是这局过了，真的是引了好半天，终于引出潜规则，所谓。我的悟性太差了。哦，西宫是重组。哎呦，还是个美女头像哦。哎，这不是新闻女主播吗？一看就玩任务版的，对不对？啊，明路是上来懒得分农民的一位选手。哎，这张地图我没见过，这是四人图吧？对，第四象限。哦，第四象限。这张图我不太喜欢，他对人族感觉有点腻。对人族有腻吗？嗯，坑坑洼洼的。好像是哦。坑坑洼洼的神族可以用立场啊！啊，我是虫族，所以我特别不喜欢这张地图。准备怎么打？还短小。正常打啊。正常打是吧？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正常打的主流是什么。你不是战网上打加牌的？因为他这个星教最近都更新补丁，他基本上出一个补丁打法就会变很多。是的是的，对吧？我那个九月份据说要出新补丁了，把神族的 Zealot 速度已经好像已经出了吧？没出吧？已经出了吧？已经出了啊啊，那神族就削弱太多了。嗯，神族基本上很多战术都不能用。对，那个补丁就是针对神族，也针对人族，人族削弱的更厉害好吗？哦，人族的死神还有地堡。
然后对于虫族玩家来说表示压力不大，打赢那些鸡类兵种什么巨象不、那个、不是大象、那个大象，对，鸡类兵种给修改，你去修吧无所谓。哎，大象在星期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当做鸡类兵种后来还不是越用越顺手。现在它是几农民造血池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你还能这么数？大概是十三个农民。你现在 APM 多少 ？APM 新价吗？新价我没测过，你现在好像也没出测这个。REP 当中有 REP 有吗？有 APM 显示。我具体我没注意过。平均 APM 有，也还有高峰 APM。哎，明龙，你的建筑学很奇怪啊！你是想怎么个造法？反正基本上就是单兵营出叉子骚扰一下，压制一下。蟑螂啊！然后再造防御开矿啊！我那你矿是开左边这个吧？肯定啊。那你这个建筑学怎么在护着右边？我先要护好自己的口嘛。啊。对不对？你护好，以免得被人溜上去。因为这边口子太大了，我现在先只能顾上一方。哦，你先保护男人最重要的部位。对。那现在虫族单矿蟑螂 rush， 你觉得神族现在什么样的打法会比较克他一些？防守嘛，先防守开矿。啊，防守开矿。啊，两只狗是咬不到这个地堡的，就好像一路之前用农民看地堡一样。那面对就是蟑螂 rush， 你这个地堡没有一个建筑在挡在前面的平一，没关系。那待会蟑螂来了怎么办？蟑螂来了他打我不下，我有地堡跟泽洛特协防，我不怕的。啊，明路，你到现在都不用的星空加速，是不是准备什么时候用一下？因为我卡人口了。哦，不好意思。那之前为什么不用？存着。之前我造农民一直在用啊。一直在用啊、哦？那你的 APM 比我们的这眼睛的光速还、哦、他还真的打算 rush 我？对啊，他赶紧造地堡啊！是，你不会就被这么对方给冲死了吧？哎，好事！我觉得你这样被冲死了，不好说吧？他待会儿一过来就是六七只蟑螂。哇，没落这个地堡位置倒是很难看，还不如连着爆发呢。现在防守区域大嘛。接下去有什么想法？先守威。这三个张吧。嗯，不过还是有很大操作空间的。那明路打不打算造个气矿呢？现在不打算了。好。你一边说不打算造气矿，一边就把气矿造下去。哎，明路说谎不脸红啊。因为我现在思考的东西太多了。哦，来说说看，你现在思考什么？我要思考对方现在是在开矿，还是真的是在乱起我？哦，对，也有可能是假的。对啊，我想想了想，应该是真的，所以我再补两个地方。哇，那么多！是。啊，然后对方直接从右边那口就上坡了。右边。对，从这边就直接绕过来了。哎，他有可能假的，你到现在你看。他才三个蟑螂啊，假的吧？不管是假的真的。我估计，哎，看那个苍农民，他就围我那个农民了，我围死蟑螂啊！退掉一个吧。这围死一个蟑螂，三个蟑螂了，你还不退？我觉得是假的，真的。这不是全力爆蟑螂，全力爆蟑螂不可能这么少。不过好在你也是两矿已经成型了。就在地面部队、啊、被人家这么看感觉很不爽，我也没办法现在。哎，你这是很幸运。哎，他在干什么？他就几个出几个蟑螂象征性的压一下。对啊，你被骗了，你只看到他三个蟑螂，你应该多看到他四五个六七个蟑螂。没关系，我不亏的，因为我矿肯定比他开得早。哦，对，这个兵营的位置造的不整齐，要不然退了重新造。浩爷果然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我都是这样。那可惜神族的地堡不能卖掉。是啊，人族的地堡居然可以卖，太 bug 了。太 bug 了。
你觉得暴雪是怎么想的？就为什么一个地堡造完之后回收之后它可以100%的回收呢？你怎么说总有点建筑垃圾，总有点损失吧？是啊，哎，所以说这个当到达了这么多年以后，人类的环保工作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再加上爱因斯坦说过，又是爱因斯坦，物质是绝对的。就是那个时候质量守恒定律啊，是爱因斯坦发明的，好像不是他。随便吧，他赌谁的？就物质不以凭空消失啊，不以凭空那个结束。一样，出什么？就像先出个 OB 侦查他怎么打，然后我再。对啊，你现在至于侦查方面，太哎。少弱了，你派个农民出去溜一圈也好，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继续爆蟑螂。不是，我现在出不去，因为他有蟑螂。我不管派农民也好，派杰洛特也好，都不好打。有这个就好了。对，有追猎者我就可以出去了。好，火力侦查一下。他是一个探路狗，好，现在最后这边是78人口，一波强势的 push。哎，操作真的蛮犀利的。没兵，真的什么都没有。哦，应该是出飞龙。这是干什么？你说一说出飞龙，他就是来了几张了。这个韩服的水平也不哦，出飞龙了嘛，对吧？那主要是点兵力，然后包括追着点呗。需要操作了，就 A 过去就行。就赢了。是。但我觉得这韩服水平也就这么点，哎，是我的实力太强了，谢谢。要继续吗？啊，又加了几分？难道我今天果然12分？是要帮你冲分的。继续。我觉得星战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干嘛？你现在是100%全胜了。嗯。啊，输了一盘。输了一盘。嗯，就第一盘输。是啊。对方随机，这是钻石82的，在韩服打的人还是挺多的。韩服啊，韩服他们说平均水平是最高的。你一般现在在台服的话胜率是多少？台服胜率还可以啊，基本上我觉得我认真打的话，打到前几名很轻松啊。这个是高手。神族 low 是神族吗？神族，哎，人族，两个字的，并且不是西宫。哎呀，这个地图又没见过呀。有可能是随机。随机是四个字。啊，人啊，人一一二。哦 ，good。他说你是 super 吗？你说 yes。Luck to you。啊，这韩国人呢还在想呢，谁这么在装啊？还说英文？他们应该知道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在上面练吧？有一些或者外国选手？不一定，韩国人会认为这些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韩国人。这、啊、应该是的，不然他们直接就打韩文干嘛？在以前 beta 版的时候就是这样，上来就跟你说韩文，也不管你是不是，反正就把你认为是韩国人就对了。PVT 的话有什么好战术给我们介绍一下？ PVT 首先你 要老双，要想对方怎么打，对方有可能机枪兵地堡 rush， 所以要侦查一下，看看在这个尤其是二人组要在分矿周围找一下，看看他有没有野外兵营之类的。然后他还有一种就是掠夺者 rush， 就是直接很快的兵营输出一个掠夺者。然后如果他用那种打法，你最好是先出一个叉子，然后先稳守一下，不要太急着进攻，不然有可能就被一波打死。嗯、还有一个就是死神，嗯，死神在最头上。哦，对，如果对方用速死神的话，你就必须最快的速度出一个追猎者来防他的死神。你看他躲起来。是啊，他这躲个农民不知道干什么。你要不侦察到的话，他可能就地堡了。哦，他现在他是速生的这个，还有可能是先生追猎者，也有可能是先生那个。先输对，什么追猎者、掠夺者，你们别说错了，听人家云里雾里的。是三炮，你太那个。哦，是我错。不用，还干你吃矿，他干你吃矿，你是作何感想？
无所谓、啊、我想他可能是不想让我攀科技开攀得太早吧。那你要开矿的话他就应该是用死神了吧。我开矿，对，因为他用死神就好骚扰你了呀，这样不是逼你死开矿。他是死神吗？还是掠夺者？应该是掠夺者我猜。为什么？因为死神很容易亏的，这种打法死神如果第一个死神没占到便宜就亏大了、嗯、但掠夺者可攻可守、啊、哦死神哎，死神那我就觉得他占不了什么便宜。你是第一时间出出一个掠夺者我在家守着吗？不是追猎者、啊、是追猎者，追猎者不好意思，喝多了吧。没有，因为这个追猎者掠夺者这名字、哎、叫龙骑啊、对，叫的不太习惯，龙骑和火兵吧。哎，对，我们现在确实该起起外号了。对，起外号，没外号太难受了。三个字的不太容易说，是吧？韩国人操作是好，打死也要操作呀。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开二矿呢？现在就开啊。现在先，我先要试探性的进攻一下。好、啊，你这个农民一会儿将会被死神打死。他死神应该在这里。这你都能猜到？他肯定在这里看到我兵过去，然后就从这边。哎呦！打架派。好，就跳过来了。哦、就不用理他。家里有个龙骑守在。哦。他很细嘛。嗯，不愧是职业选手。居然没跳过来。这太尴尬了。但是因为他的实力还没达到职业级的历史，这没关系。不是不是。哎，长上那个了，长上那个了。哎，他在多吗？还在差一块。哎，漂亮。好了，可以全线进攻了。不能全线进攻吧？因为星架你太要注意了，因为你如果一波打过去，嗯。他的追猎有减速，你跑想跑都跑不了。哦。其实我看你打的那几盘那么多星架、嗯、我觉得你还偏向于保守型。肯定啊。以守为主。不是以这个东西你前面。好多加速没用。而且你们不是说要打精彩一点吗？对不对？嗯。为了精彩一点，你还是决定努力的在后期去干掉队。对，我想出至少先出个巨象嘛，先农民上去侦查一下，看他怎么打。他现在其实已经亏大了。哇、哦，造地堡。这不会是个菜鸟吧？造地堡他有可能是空军吗？对。阿凡达。阿凡达的可能性非常大。赶紧的 OB 吧。好、啊，雷达扫过已经来了吗？啊、那你对，那你造 VC 又是为了什么呀？升闪烁哦，哦，不管是防空投也好，防奥凡德也好，对吧？嗯，对，应对的相当得当。那你现在瑞奥塔的视野，要不要派个农民去站一下？嗯，其实我派一个农民站在门口就行了。啊，半天换塔也是。必要的，只是我刚刚是在忙着家里发展。嗯，虽然你想到，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想到。哦，只不过你没说出来而已，是吧？不过我没时间去操作而已。对方还不出门，他在憋什么呀？对呀、啊，大剑流。打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个进打的韩国人，这实在让人有点。哎，现在没有一个对手可以陪衬一下我们的追捧。这、嗯、又你怎么又要造不朽啊？我是想直接出巨象，但是我怕他一波打过来，知道吗？啊、哦，先出个巨，然后一波打过来了。哎，奥凡达一波流、啊，这个是枪兵加那个。那把巨象女妖啊？是女妖吧？枪兵加那个啊，对，就是阿凡达嘛，就一波流嘛。对。啊，还带护士，还带农民，什么都有。这波看你能不能顶住了。嗯，多来点子料子呗。哎，我的 OB 呢？应该造了呀。刚死了门口那个。
不会吧，那个怎么会死了？你这种废弃啊，赶快先出去。哎呦，怎么我好像看到一个渡鸦呀？对啊，是渡鸦，是渡鸦。哦，农民都来了。好的，咱们一波的防守。好，渡鸦放了一个那个，这样你的那个侵略者就没有输出了。没关系，我现在就是树人顶住吗？他还有农民修了，开玩笑，强点一个。对，哎呀，漂亮，完美啊。好，他那个也没了啊。这农民上的是管用，这还想来。漂亮，这算守得好吗？肯定是守得非常好，人家亡命一波流啊。那 super 那二矿都没有什么受到什么影响。你还多少农民？还剩了不少。你该把农民带浪费采矿了吧？对吧？你看你这些农民出过来是有意思。他这些兵太那个了，我就是做肉盾的。哦，你这后面龙骑输出，好漂亮。这个韩服上就没有人挡得住 super。哎，这边这哥们到底要不升不升隐形的？升隐形没用啊，谁都有金刚。那不升隐形还造什么鬼妖啊？很奇怪。好，现在就好打多了。啊。你觉得他开二矿了没有？派个兵站去看一下。应该再开，但是就算他开了，我也赚大了。嗯啊。王牌比他早太多了。星际争霸二当中有没有？那种打法，什么打法？什么？就是会给对方，我说婉转一点，嗯，会在对方心理上蒙上一层阴影的那种打法。哦，这个打法确实有没有？直接退了。这，在我们的心里留下阴影了。太不给力了，韩国人都这点水平。韩国人也有菜的跟不菜的嘛。嗯。八十几名真菜。这是吊蜘蛛啊。嗯。那继续吗？嗯。啊，继续，继续啊，继续，好，打到一个你真的打不赢的人，那太难了，那打到明天还打不到，这么嚣张，真的，你八十几名如果就能赢我的话，那就韩服八十几名相当于台服还是名次蛮高的，相当于台服多少名啊？四五十名吧，五十名好像也简单，我都能打到二三十名，你知道我是多少水平的时间吗？China top 者并非浪得虚名，不是真的，他们给我们、给我做过统计。嗯，哎，又是那个人，又是那个是吧？人族是吧 ？Love。好，我这边 rush 他好不好？好，终于有大招了，你别 rush 不成功，最后输了。那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哦，第七个农民就出去了。应该是一上来就飞，一开始就飞了。对，我这是临时决定的，他那个话筒掉了吧？那个没事。啊。你帮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 rush 其实很多细节都非常重要啊。对，跟我们说说细节。嗯，基本上这个第一个农民过来先修个房子嘛，房子以后接兵营，然后什么都不用造啊，要第一时间。嗯，速度很重要。你现在人口是九人口？对，九人口。啊，不能再造第十个人口了。对。一般来说我应该是第一个农民就拉过来，第一个农民就是八农民啊，八农民造房子，然后再造兵，然后看对方是怎么打。对方没有堵口，似乎也在你家造兵营了。没有，他这个先造七矿兵营。哇，这么多农民，好好，真的在我家造兵营了。啊，他在你家也造兵营。那你留四百块钱就赢了吧？不，我不能留四百块钱的。现在他造死神的，他应该是。哦，那你可以造 BF 呀。我现在我只要出个龙骑我就赢了。那干嘛你在人家矿门口造 BY 吗？肯定啊，是啊，我现在没地方造了。你也知道没地方造，就那一个水晶。嗯，这盘有点尴尬了。现在就要全力停农民，嗯，优先出龙骑。哎呀，他应该也知道你在他家里门前造东西了，那你不把他的那个兵营找出来吗？我不需要找了，我找到猴年马月去，我就直接跟他换了，啊，不就得了吗？对不对？看谁拆得快。两个都是阴人。他造好兵营可以把基地
他飘走没关系啊，我不是飘走啊，变成那个行星要塞。行星要塞那何年何月的事情啊？不是兵营。我现在能拖多久是多久，对吧？我出个龙骑，再踩一点钱就可以出两个龙骑，出两个龙骑那就稳赢版了。为什么稳赢版？你要是一个农民都没有了，不是还是输的？对啊，他继续可以飘啊，飘到有岛矿或高地嘛？他没有，这边都有功力。哇，这是造了什么地堡？造了个地堡啊！他真是要跟你换家，给我让你攒四百块钱，但是你不听我的，攒四百块钱肯定也是输啊，没用，对。这把就是赌正面了，学正面更猛了。所以师傅说，他造出两个追猎者就可以赢。好，有一个人族应该也没有更多余钱造其他兵了吧？人族其实这个很重要，他应该是这个很重要，应该是哦哟，好顶掉了，漂亮！他应该是所有农民加上这两个那个死神来跟你的，哎哎哎，干他呀！担任地保，好的。直接走人，你可不能死啊！哎呀，不，我晕，杀出一条血路！哎呀，人生啊，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的尴尬。我干105块钱，你还能造什么东西啊？还能再造一个雷老子，然后被他操作死。这没办法。是，你还能再造一个雷老子。所以说 ，Rush 写的细节真的很重要。刚刚我就是太急了，啊、我直接慢慢打嘛，我直接上去，直接一个农民一个农民的点掉，不就赢了吗？啊，对不对？有时候很多星际就像星际一一样，嗯，你有时候一个什么8BB 6BB 你心态一急，然后很想进地堡，那些枪兵嗯就被他们农民一堵住，然后就喷死一两个枪兵，就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嗯、就刚才你那个追猎者不应该，对吧？我根本就不需要急，他就是个农民，我一个叉子一个龙骑，我上来直接点他农民，对不对？他一个这个死神的输出根本就不够我打，我点掉然后再进来，那就赢了。马后炮又没用啊。嗯，那人家到底不是？我希望你们采矿，这侮辱啊！可以理解怎么输的和怎么赢的嘛、嗯，对不对？解释一下。好，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我觉得你还应该造个 BF， 然后出地堡。造 BF， 那死神的射程很远的。BF 守得了农民，守不了基地；守得了基地，守不了农民。哦，好了吧？来继续啊！好，那就再继续。好，最后一盘。嗯。你觉得是不是？我一个龙骑，一个叉子、嗯、上去。你都这么有经验了。我跟你说，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嘛、嗯？你身为一个解说，还行，应该还是有一定意识的。嗯，对不对？凑合吧。他农民如果不堵路口，就害你。他害我，他怎么？他派一个农民害你基地。我的狂战是，他派一个农民啊害我基地，我马上就要打上去了，对不对？不、哦，这是 PVP， 对吧？啊、哦，对。那他要把地堡放你那个基地边上怎么办？在我基地边上，我回防的时候，他那个也打不掉那个地堡怎么办？对，他打不掉我那个基地啊。不是、哦、你就是说你磕不掉他那个地堡，他那个地堡一直能打你基地怎么办？他那个地堡一直，你要知道他那个地堡不是那么容易修到我基地旁边的，因为他那个地堡他是第一时间修的。不是，哎、嗯、我就这么说，你发现那个地堡的时候你家里已经没农民了，对吧？嗯，他直接推到那个地堡卖掉，然后在你家里边基地边再沿基地造，那就只能拼了。嗯，只能拼。那你要拼不过不就输了吗？是啊，而且他有五个农民在那边修，不过他只有一个死神，倒是他拼不过，但是你能拼赢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如果他那第二死人没死进那个地堡了的话，你就算有两个队列两个叉叉也不好拼。PVP 不放大招了， PVP 就正常打嘛。好，正常打，打一套你最擅长的战术。最擅长的还不就是正常打，就是稳妥出 OB 看对方怎么打，然后再出去巨箱啊。哦，这种战术在比赛当中我感觉胜率不是很高啊。是吗？是啊，因为太稳妥了。胜率比较高的都是直接传送门，然后在对方家门口去 A 上、啊、就是说不是说人家偷，而是人家会应变。是，你如果有经验的话一般很难被这种战术打死的。是吗？被这种什么就是三四兵营术传送门传到你家里啊，那种、啊、
那如果对方是三四兵传送的话，你会怎么个应对吧？我就听农民啊，反正我可以侦察到嘛，我农民侦察到大家、我看到他几个农民，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建筑，我就知道他大概会怎么打、然后我马上听农民，我也跟他一样的，你也报兵，一样的报兵，对，等着对方来打你，对啊，我反击，对，哎，这个神盾巡逻的侦察好有趣、啊，是啊，哎，他应该在左中，会在中间收东西了吧？你不去看一下瞭望塔吗？不是周围一圈都看清楚了，在那边转。我只要中间，我要喊，如果看瞭望塔，就已经拖延时间了，因为我是走到这里啊、才觉得应该要去中间看一下的。这么一个探路的，还又探出来了，还是啊，这他为什么没到我家来看一下？对呀、搞不懂他什么事，可能他们那边也在做全面性记忆，然后跟我们这边情况差不多。他们那边也在想，哎，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看到啊？啊，终于看到，哥们挺高的。他是多早出来的农民啊？怎么？你探路的时候，他都已经到你家门口了。有些神族玩家喜欢早探对点，对，水晶探路。啊，水晶探路。我比较喜欢前期经济好一点，所以我是兵营探路。兵营探路，对。那现在是星空加速加传送门。啊，家里造了一个兵，你看，这个圈。圈圈是那个白色的时候，它就证明这个兵营里面在造兵。哎呀，我们都知道，是吗？不，你假装不知道，实现职业选手有知识、好吗？哎，真不错、你们知道，但并不代表在看的观众也会知道，对吧？对，我们也不知道。哎，哎，好，星期一的人族重工也能看出里边在造东西，是不是这样啊？可以看出的。嗯。好，星期一的神族基地也能看得出他有没有在造农民。我是听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看，没有教教我。回头看他呀，他不完美，这人是菜鸟吧？哎，明明，哎，你现在哪个键？他 A 键 ，A 键 ，S 不行。他们说用 S 键 ，S 是最完美的操作的。哦，原来如此。好，炮哥，你教会了我一招。这你是职业选手吗？你看 S 键好吧 ？S 键好，是吧？比 A 键好用。那肯定。哎，这块你那个兵上面在发亮是怎么回事啊？在造兵啊。哦，原来是在造兵啊。这真的不是职业选手，教了我没有教。Sorry， 我是半职业。哎呀，哇，真是这样。哎，马上说是说曹操到啊。难道传兵到我家了？哦，家里没兵。停农民是吧？哎，已经来了。哦，在那边，在黄金矿井。哦，三个了。我对你有信心啊，这块。那必须的，没死，我学到了。你下边好像死了个兵，无所谓。哇，真好用吧？哎呦，用是好用，但是不是很习惯。慢慢练。对。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Super 的这个双线操作。哦，正好打退了，要不把那个右边那个水晶打掉，打掉吧，省得他待会来偷袭你。有100块钱先赚了再说。哦，那个水晶反正是死的，对不对？他现在传兵过来也是送。好，迷路，要不然开个二晃。哎，不可能不在这儿吧？肯定在这儿。哇，耶，他自己给卖了。先被自己 A 掉了，然后怪不得探路那么奇葩的，原来一个水晶造的位置也很古怪。他不可能造这一点吧？那他也喊两个龙骑过去就行了。哎，果然就找不到，真的被自己喊掉了。这个上面吗？啊，哎，也不在，还是没有啊。哎呦，那他当时没传，只不过是从边绕过来的。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要看看 replay 了。这确实有点搞笑，你判断不准确。这也太奇葩了吧，人家升这个从星空传送是迷惑你的。嗯，其实他已经在9点钟开了两片分矿了。你想的太复杂了，你信不信你派主队部队去看一下。哎，什么东西打我？可能上面的一个直列。怎么迷路？你还有钢丝对手？
哎，这你也上？这为什么上？我有那么上不了。嗯。终于遇到一位棋逢对手的选手。他也不能下来。哎，他敢下来？那就愣死了。哎，这个人操作。哎，我有问题啊。啊。就是像咱们星际争霸一的时候，都是就一个兵种一个队，但是你星际争霸二喜欢不同兵种变成一个队干嘛？你为什么点这个？哦，点了就跑，真坏。这把有点亏啊。嗯，没事。你说以前都是 Zero 的变异队，龙骑士变异队，你现在都变成一队了，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玩人族的。人族就更应该分开编队啊，枪兵一队，护士一队，坦克一队。因为星际二很智能化。但你刚才看到没有，就是你 Zelot 跟龙骑士编成一队的话，往前一 A Zelot 顶在前面了。我就是要 Zelot 顶在前面，难道 Zelot 还站后面？不可能吧。就是在来回的扯动的时候，就打一枪往后退退，打一枪往后退退，嗯，用远程攻击单位的时候，你把 Zelot 那就肯定分开编队了。对，但是他都是我看所有很多的职业选手都现在习惯编成一队了，而不喜欢一 A 二 A 或者一退二退了，那样反而很麻烦的。不麻烦怎么能体现操作优势呢？哎，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哎，他的兵呢？利大于弊的时候，那还是该怎么？他有兵到，放心。哦，拜拜。你压不死他，真的。等巨像吧。关键得等射程，这个比较讨厌。你巨像还不藏一下？我藏，不需要吧。这盘好像遇到高手了，是吧？嗯，还可以吧。还可以。雷诺的操作果然是行云流水啊！哎，你在瞭望塔上面传一个兵，能不能把瞭望塔给站住啊？就是高地这个位置，你这不是有水晶了没有？我必须得有视野，就是瞭望塔有视野的话，肯定可以传。不是我，你看你现在就是这水晶造好了，这高地上传一个兵，没视野就传不了，有视野就传不了。我一个农民站这里可以传。他的意思是传到高地上的那个兵能不能打开瞭望塔？对。就是说你看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反正都传不上去对不对？哦，可以的，这个拼一枪可以拼，可以拼啊，可以拼。这哥们急了，他其实二矿开的比你早，不应该。哇，漂亮，这个来的太及时了，我这就是宋江及时雨啊。他真的不应该冲，他二矿开的比你早，他怎么能冲？我还想打，这哥们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嗯，两个巨像，他也不点巨像，这哥们儿就简直就是迷路式推进啊！哎，真有点像迷路，真有点像。好，你不带责。哎，这个时候巨象就不要跟主力部队在一起了，去对方主控屠农吧。你能变成两个队吗？你要变成一个队吗？是啊。屠农是屠农，多少？但这你要不是我跟你解释一下，如果我变两个队，我的操作就繁琐了，我必须要按一下一 A 二 A， 对不对？我如果变一队，我就直接按一下一。点 A 过去，对不对？这么简单的操作，哦，我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呢？这么想的话也有点道理。啊，这边该GG了吧？还在努力。他二矿开的比你早，还要出来进攻，哎，这根本没想到。GG。嗯，不错不错，我觉得你星际争霸二确实比星际争霸一要有打的好多了，哎，好多了，嗯。哟，这是又有新徽章哦，赢了十盘了。可以了吧？可以了。好了吗？这明路这星际争霸，我觉得比星际争霸一确实有前途。这个主要韩国人怎么都这么菜啊？嗯，然后用潘少皇的一句话就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是吗？那我们本来上期节目星际争霸一当中啊 ，Super 只要输了就得喝啤酒。嗯，今天都赢了。啊，今天都赢了，还喝不了啤酒是吧？嗯，那是这个啤酒我们打包回去了。没关系，炮爷反正喜欢喝酒。我就喝凉的。这个明路今天晚上不是我帮你回家冰一下，炮爷。好，你住旅馆，你哪有冰的？反正剩下的啤酒我们回去慢慢的交流啊，慢慢交流。大盘鸡，嗯，大盘鸡。哎，让你评价一下，那个你一直在台服练嘛？今天上了韩服打的话，感觉如何？我感觉还是韩服肯定是实力比较强的。你今天因为今天我打的毕竟。韩服也不算是顶尖的排名吧，其实还是比台服要强，但是也差距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啊，不是想象的那么大。对对对，主要遇到了软柿子，啊，一捏，现在说话站着不腰疼，是吧？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 Super 实力
在我心目当中还是拔高了一点点。对，当然这个明龙一直推崇的那位传说中比他强的 China Top 这个，肯定是要比他强的。希望 China Top 这个有时间有机会的话，能教我们打星际。那么接下去我们 PO 也经常会办比赛，到时候肯定会邀请你。到时候，加把劲儿啊，争取能够拿个冠军回去。我其实我本来戒酒了的，但是今天因为龙哥节目需要，所以我还是再喝最后一次吧。再喝最后一次，好，那再喝一杯，这是给我们面子是吧？好，那么感谢大家对于本期全民界的支持啊，我们以后也会多邀请一些职业选手到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带来那个第一视角的星际争霸二和星际争霸一的一个节目。好了，那么欢迎您收看啊，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拜拜。